卦象。来到后卦象，我们每次的单元所安排的一些内容呢，都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用心。是，不管是老歌的安排、新歌的演唱，我们都有做一系列的安排。重点是我们邀请实力派的唱将来演唱给大家听。今天我们这一系列的做的是日本歌曲的改编。哦，大家日本歌曲是真侪啊，上了年纪的欧里桑、欧巴桑，很熟悉的一些旋律。但是呢，他们这些歌呢，我们让新的朋友们也听听看。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曲《国路管风》，我们请到苏露小妹妹来，欢迎，来自日本演歌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花栗道中》，我们请到苏露的演唱，请把马力给你秀。家就门不参你，参参阿贝啊，人地公欢欢。想要去多少找到如同当日子，也难来安慰自己心内的秘密。家就门路边的梅花塔子啊，人地讲对在世间最想着爱，自己打算吃咖喱，心存心淡淡无人生的滋味。想着定的船，船就是要来离开了，暖暖不舍的港口再回来，再回来港口，这是一本再回吧港口。横岛横夫演唱的一首《恋爱歌曲》，许志豪给你演唱，我们慢慢的欣赏。想着船的行，船的开，船的离开，暖暖不舍的。再回来，我你若过去，伊才搁来相会，请你快乐来等候相会时，船要开，船要离开，再会啊，港岛。陪来给你，船若失去，到位上天也惦记。可爱的家子，伊再会啦，再会，请你保重来等候相会时。
这首闽南歌曲是由日本作曲家福部良一所作的《中国姑娘》，在咱台湾由吴俊雄先生改编布袋戏主题歌曲，广东话各朋友来欣赏着洪百惠的演唱。歌名叫做《阿母心声》，这是日本轰动的连续剧《阿信》的主题歌曲《阿信的摇篮曲》。我们欢迎林俊吉。阵阵小雨，阵阵啊，阿甲辛苦担哥哥，看故乡的一片山坡。欢迎思维，欢迎思维，大家好，思维姐姐好，有两位是新同学，我新同学，对，我也是有百惠，其实他是八大歌唱比赛出来的，是，然后跟我们儿子名字也是一样，叫志杰，哎，志豪，志豪，不是科里的儿子的名字都会叫错，志豪了，对，不错不错，洪百惠，我们也是老朋友，那时候他出专辑的时候在友台，我们就做过他。访问 对，要恭喜百惠，百惠结婚了，对，真的吗？对，才前两天而已，办结婚，哎呦，你有必要这样子为了生活就出来这样子奔波吗？
没有，现在唱歌是兴趣。没有，现在真的说真的，唱歌的那个节目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的珍惜。是，对，这个其实我刚才听四位唱一些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些翻译的歌曲，每个都很有味道。对，苏露，苏露，苏露，这苏露的名字蛮难特别的，比较特别，是公司帮我取的艺名。苏、哦，苏露，牧羊杯啊，那是苏露吧？苏露，这个他刚上国鲁馆盟，这个叫做《花梨道中》，是、嗯，这个是以前很古老的歌。他这个歌是描述一个，就是有一个要到北方去的一个路人，他想问一下那个石头的那个地藏王菩萨，就说，哎。地藏菩萨，我在北方路怎么走？你怎么不讲不说话？我乃怎样？所以它是一个蛮俏皮的歌曲，没错，华丽道中真的，然后你的歌呢，叫做《再会呀，刚多》，这闻下卡再刮，哦，对吧？闻想到准的点，对吧？啊，对对对，这是很，都是很好，很经典的歌。是。那红百惠那个歌呢？当然不用讲。广东话。论坛会。就是留在布袋，布袋戏。对对对，很经典。林俊杰哈。刻薄遇到你就卡住。真的真的。俊贼俊杰是蛮久。列瓜的一点讲奇怪，拢安排的安阳会瓜那个门路的歌。是啊，你有没有想过要改变一下歌路一下？有啊，我想要唱一下那个，叶启田大哥的歌曲也可以啊。没，应该说他唱谁的歌就像谁。对啊，对啊。那下次来唱赫伯的歌。可以，不要，大哥，您别糟蹋我的歌，我封麦了，我封麦了，真的。好，那么今天呢，这个日本歌的一些呢，平常讲他改编为台语歌也好，国语歌也好，那其实都改得很好。对，为什么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日本歌曲改编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台湾被日本统治那么多年，所以说在那改朝换代的时候，很多文化还是留在日本的文化里面，是。所以他在刮弄几日本翻译过来刮歌，对。其实有时候那个顺序不知道的时候，不会不知道到底是先有台语歌还是先有日本歌。我想问你，混摸上一般来讲就是先有日本歌，先有日本歌，然后再有台语歌。对，像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台湾的歌曲，真正翻成。英文歌的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那是真的哈。其实台语歌受到日本演歌很多的影响，那像现在台语歌其实有很多都有一点点演歌的味道。对，对。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呢挑了几首这个很经典的一些闽南语歌曲。闽南语歌呢，红干巴熊呢，就是一些好像不是主题歌啦，就是什么电影的啦、布袋戏的等等。哎，今天我们挑到的也是布袋戏的，没有错。就是昏暗些有短。可是我们一般听到这种歌，就觉得说它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一种演奏。哦，今天要来一点不一样的吗？我们让红百惠在新婚阶段呢，一个special的一个礼物给送给你。哇，我们请到两位在国乐是高材生，在台湾呢，他们的这个团名叫做六月弦。我们欢迎两位朋友，好不好？来，欢迎他们。来，这位叫做邦邦，来邦邦。这位叫做安东。安东，他们俩的国乐的造诣非常的高。好，各负责什么样的国乐？他这个叫做横笛，横笛，中国笛，中国笛。正确的说法是叫中国笛。那这个就是西洋弦哦。这是小提琴。这叫二胡。开玩笑的。第一首歌曲《昏昂弦有短》，我们欢迎他们也合作，来一块欣赏这首歌曲。不通怀疑爱情，现实你的真情。OK 啊，你跟他徛在中，跟他徛路路徛路大白，新婚的先换位置，你换位置。为什么要换对象？日本演歌巨星花盖雅纪演唱的《女人的心》，真像港口灯，由咱黄俊雄先生。布袋戏的歌曲《昏暗时的忧断》，我们请到六月弦以及红百惠的演出。为什么我又是唱出一条歌？为什么你只是爱听一条歌？
么，我又是一种的生活？为什么你只是一种的生活？爱在心内，心要碎，下心来话。这是蔡小虎先生，轰动的这首歌曲，亚历那戏名。我们欢迎徐志豪的演出。声声叹，爱在心内，爱到心惊才知痛。心的嘴提醒爱换，人生需要讲了行。缘分啊，为何留名？敢是我路坎坷转？阮世间一路坎坷，叫阮怎样行？心肝，轻轻摸着我心肝，我有我疼，你若是命。到心痛才知痛，心的嘴提醒爱换，人生需要讲条件。缘分啊，为何留名？但是我都敢心肝，轻轻摸着我心肝，我有我疼，你若是命。一双手，无人比伊较优秀。为我操劳一双手，就是阿母的手。这是张雅文，欢迎来自藤彩之《泡沫之恋》的歌曲。我们欢迎苏露的演唱。请用我的一双手，无人比伊较优秀。为我走路的一双手，伊的温柔，不嘛为着家己想，全部是输酒阮，亲像溪水流入大海，付出无所求，无分离别。
双手，予人比伊较优秀。只是我的彼双手，伊的温柔。日本演歌天王申进一魔力七局长所演唱的赋予我的生命改变的你是我的性命林俊杰先生我不甘愿念予你宝贵的生命表现都很好，嗯，啊，给啊，你跟他徛在中，跟他徛路路徛路大白，新婚的小马威姐，马威姐，马威姐。刚刚听他唱，我以为是原声原影、嗯。对啊，就是老是，人家、啊、这个新娘子，然后站在正中间嘛，立马小马姐对对型姐，立马换一边。为什么要换对型啊？我马哥结婚了，你喝大哥，你徛中了，哎呦，你徛中了，来来来。对嘛，就是有时候就是这反问，老是看一个男人的脸，蹦不下去，懂不懂？干嘛这样？哎呀，其实刚才的几首歌曲都是日本的歌手所翻译过来的歌，嗯，是每一首歌每一首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你是我的性命》这个歌是很可怜的歌啊、哦，这首歌很好听，哦、有点像安英红的唱法。是是是。接着下来呢，我想安排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这首歌呢，在最早以前呢。是日本的这个演歌教母琵琶丽莎美空云雀的一首歌、叫做《李丁酒厂》
那么这个歌呢，它有成翻译成台语歌曲，叫做《罗丁了解我心意》哦，对，还是很老的歌，好像我记得是本行，我说说起更加凶了，嗯，可能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是中国时代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这样子，今天既然这个新娘子呢，这个刚刚新婚，是，就让她呢单独来表现一下，好，来，罗丁了解我心意，来，欢迎洪百惠。我们让苏露呢跟这两位男生好来合唱一下，合作一下，让苏露感觉到看哪一个比较来。一句话唱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有点抱歉。怎么了？新婚不久就来唱这种歌，太苦情了。为什么？这个跟新婚有关系？会不会是触你眉头？感觉刚刚好哦，歌唱不会就是唱啊，好听的歌曲介绍给大家。你跟你南公拍谁了？没了，你别提亏你了，你别提楼顶卡等你了哈。好，这个是。一种版本叫《罗丁了解我心意》，是，但是另外这个版本叫做《情难登帮不回去》。嗯，我们让苏露呢跟这两位男生好来合唱一下，合作一下，让苏露感觉到看哪一个比较来电，比较有 feel 啊。当然这个是纯唱歌啊，以歌会友，没问题。啊，你一般笑死我了，你冲啥我？哇，应该你有什么机会来啊？我今天台湾家赶快作秋的呢。叫示好的都会这样子吗？真是的，哎呦！好了，情难登帮不起，我们欢迎他们三位的演出，来，各位欣赏。渐渐深，一段情已经袂当圆。情缘来
渐渐醒，这段情已经袂当伊，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只有我梦来祝福你，你轻微叮当真不是夜夜的对你的思念心情煞来甜，不想你搁想起，啊啊啊，情难断，梦袂醒。跟两位男生的合唱，是，跟你讲，苏露唱情歌蛮适合的，对，因为他会互动，他会让对方觉得有眼神的交汇这样。阿给的，你多看情绪，你有没有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有点不好意思啊。他的电力蛮够，对不对？对，他眼神电力蛮足。他是属于内地的电力220，也是台湾的110。这感觉上那个充电器充不了电。是，可我不会呢，我接收的好自然哦，就有舒服的感觉。就感情很丰沛啊，贺大哥，因为我们以前比赛就在一起，到现在其实8年的时间，就觉得很了解彼此，也有那个默契在啊，这样子。是，可是我跟淑妹认识快20年了，我们合作还是没有20年，我们主持到现在还是没有默契。首演才这个节目开始啊，是。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听到这一段呢，都是来自日本的一些歌谣歌曲的一些改编为闽南歌《后天海瓜》。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呢？因为我们后面呢来一位国际大粒一级棒的歌手，记得叫做申静怡先生。是，那精彩的歌手，他来到我们这边做精彩的演唱，到底有什么内容呢？不要转台，马上回来听继续分享台湾好歌声来。涙が出割る酒は騙した男の港町ブルース，这个歌叫做《港町ブルース》，Teresa Tan 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曲。今ね、Teresa の話が出たんだけど、Teresa もこの港町ブルースが。我会很浪费青春啊。
台湾好歌声开始呢，阮两个人唱这个歌叫做叫做《温暖的塔梅伊吉》。你唱的是复兴的人。这首歌其实原名叫做《温暖的塔梅伊吉》，好久没有听到赫伯唱歌，女人的叹息。这个哎，这个我封麦的，可是今天呢，为了这一位大咖，为了这一位，因为这位比姜伟还要大咖。我们说真的，他呢这一次来我们台湾是做第三次的这个演唱会。那么在日本呢，国宝级的歌星呢，他是第一个，真的横跨50年，从昭和年间到平成这个年代，真的红过数千首歌曲的一位，也是赫伯的偶像。我看你今天好紧张哦。哎呀，唱他的歌，我们好像在关公没到前，人大都赶快，真的很难过，这样很难看，哈兹卡西，哈兹卡西啊。那还没讲啦。但是后刚才一听阿伯咱唱什么会？无啦，你今天嘛表现了真好啊。很多。对，因为你刚刚已经录了很多次。这一次再不好，我也不陪你了，好吗？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他的出场，是，也就是刚才这首《女人的叹息》的主唱人温暖的塔梅伊吉的原主唱者，欢迎摩利奇吉申敬一先生，欢迎。这首歌曲叫做《港丁布鲁斯》，这是申敬一先生在日本最轰动的一首代表性的歌曲，曾经在国内观众不得已住的歌曲，口嗨入心灵。邓丽君、特丽莎、邓小姐，谁来爱我？今天特别请到原主唱人申敬一摩利奇吉上。背伸びしてみる海峡今日も汽笛が遠ざかるあなたに会えた夜を返して騙した男の味がするあなたの影引きずりながら港構いし気仙我来干什么？哇，你好，你好啊，你好，孙淑妹，嗨，这位就是我们刚才特别介绍的日本演歌天王申敬一摩利奇吉上。あの今紹介の翻译小姐，翻译小姐，翻译小姐，嗨，そうですね，嗨。先ほどね、大変感動しました。
谢先生说刚才两位的歌唱啊非常的震撼、啊、非常感动恥ずかしいな声音非常的好听谢谢先輩すごいですすごい、嗯、我在后面听得如痴如醉、欸、我们在后面听 他唱这个歌我们觉得全身会起鸡皮疙瘩就是 很感动谢谢很厉害摩尼基长是第三次来到台湾、嗯哦、三改三改在台湾每一次都是很多歌迷都是喜欢他的歌对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歌是我们在一个世纪里面很难得听得到的声音、嗯、不只是日本の一番、嗯、世界の一番混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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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从昭和年间到平成年那么多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可以取代他曾经在日本47回的这个红白对抗的一些比赛、嗯、而且唱过很多无数次好听的一些歌曲的压轴对摩尼先生、yeah. 好啦来斯基赫伯是他的大家喜欢他最大号的歌迷而且这一次的歌这一次的演唱会绝对成功空前绝后真的是其实森金一先生是在日本的国宝级在台湾也非常受到大家喜爱所以呢在台湾有好多歌曲都是翻唱那个森金一大哥的歌刚才这首 Minato Magic Blues 这个是在昭和几年不知道反正是他第二次红白对抗的压轴歌曲做那个时候要还是像个 Kodomo 一样小孩子、哦、唱的那个麦克风还是有限的那种还是有限的我记得比较特别的是我有一次在看那个日本的卡通小丸子、嗯、小丸子他们就在看那个红白里面是森进一前辈在唱歌你看连日本的卡通都影响到这么多的人在里面都有森进一大哥代表是他们呢他在他们日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崇高的地位对所以这次我们森进一先生来到台湾的演唱会呢、嗯、有两天5月9号跟5月10号而且最特别的是两场的曲目是完全不一样可能是 这半个世纪以来呢、嗯、森进一先生他的歌曲呢有大概有1/5会拿出来唱给大家听你看1/5哦他的歌有多少好多非常的可怕对这个赫伯你会去吗我当然会去、嗯、我当然会去你一定要 买那个最前面的摇滚区、嗯、对我一定要坐到前面好好的聆听他的演唱对因为谢谢每次听摩尼基长唱歌的时候呢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的感受是一样因为他有一种很深情的感觉对、嗯、很赤诚的心以及一种非常令人沧桑感慨的一种感受我觉得这一辈子一定要听一次森进一前辈的歌、嗯、而且是现场的、嗯、才会觉得哇这人生很满足这个 Minato Magic Blues 这个歌叫做港丁 Blues 这个在日本也很多很多的歌星唱过、嗯、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多的歌星唱过但是再怎么人唱都唱不过原唱的摩尼基基长对那么尤其这首歌以前我们那个 Teresa Teresa Ten 邓丽君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曲把它翻唱过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Teresa Ten 呢在台湾红的一首歌呢叫做空港这首歌呢是森进一先生教他唱的他是邓丽君的老师啊、真的对而且摩尼基长非常的重感情这次到台湾来他马上到邓丽君的那个墓园去跟他看了一下对算是对一个老朋友的一个敬意、嗯、然后他也非常的怀念这个人今ね、はい、テレサの話が出たんだけどテレサもこの港橋ブルースが好きで日本に僕に来たんですね他说邓丽君小姐 当年是因为喜欢他的这首港丁布鲁斯嗯才跑到 大老远跑到日本去找他哇それで、まあ、初めて会った時は僕はこんなにテレサが天才歌手で有名な歌手だって知らなかった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在台湾这么红是代表台湾的国宝级的歌手そう都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说当时それで、僕の港町ブルースが好きだっていうことで来たんだけどもそれであの港町ブルースを作曲した猪俣先生にその空港を作ってもらった
然后之后知道说邓丽君小姐非常喜欢她的冈丁布鲁斯，所以她才有这个缘分介绍她自己的这个作曲的老师给邓小姐认识，那这个老师才帮她做了空港。空港日本话叫做空港。空港。でこれをレコーディングするときに僕があのスタジオに通って日本語を教えた。那当初要录音的时候，因为邓小姐不会讲日文，所以就是森先生常常去教她讲日文，然后陪她一起录音。应该讲说，其实她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永远永远的，算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位歌神一样。混沌，混沌，混沌。私はね、その本当に怠け者なんだ。もうね、長く歌をやっていれば、天才型的歌神。長くね、歌をやっていれば、本当にギターとかね、楽器いろんなものがもっと。上手くな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けど、ミュージシャンとしてはね。他的这个就好了。对。喉咙就够了。喉だけで十分。他的 vocal 就是他的乐器。この喉もね、体もね、すべてね、僕はあの親からも、お母さんからもらったものなんです。顔も同じような声してる。很奇怪，我也是跟他讲话都沙哑沙哑的，可是为什么？哎，为什么我唱出来歌会那么难听？我的酒啊，喉咙里，哎，不一样不一样，都是的啊，那打，我已经把我的戏啊，ひでえで、都是的。僕はだから本当に未だにね、お母さんにはずっと頭上がらないし感謝してるな。他说他声音像他妈妈是吧？对，他应该讲说我的声音像我阿公啊。哦，よかった。恥ずかしい、恥ずかしい。也是很好的声音。说好。那么刚才我们讲到 Teresa Tan 的这首《空》。这首歌曲居然是我们森金先生引荐给他老师写的这首歌曲，特别给这个邓丽君 Teresa Tan 的唱。那么今天可不可以麻烦他呢，来缅怀邓丽君，用他呢这个老师的心情来唱给所有的台湾的朋友们听。いいですか？本当，本当。Teresa。Teresa， 他想着心想着邓丽君，好，我唱这首歌。那么各位朋友，我们这首歌曲，我们就让森金先生用他的歌声来带回到大家对 Teresa 的回忆。伊玛小凯诺，空港，哎，欢迎，多谢。他的声音不止女孩子喜欢。男人听的都会喜欢。不到。啊！哎呦！哦。这人，这个飞机慢慢看到你，人也愈来愈细。我知呀，咱离开了后，你就要等去到你另外一个人的边啊。是啦。这个思念永远永远永远的心肝来，这是邓丽君 Teresa Tan 空港魔的世界上。何も知らずあなたは言ったまる一人の旅もいいよと
谢谢长。很懂这首歌曲，让我们想到 Teresa 邓丽君小姐。嗯，你真的是她的老师，因为你把这个歌的表现出更有那种非常感伤的那种感觉，不一样的诠释方式。是，所以说人家在唱歌，好有味道，有味道，而且他的那个口气啊，然后还有那个气声，听了就觉得很舒服。对，很容易进入一个歌的那个情境，觉得好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你讲话要恶心是吗？我比你更恶心一点。没有，是肺腑之言。你要翻译对哦，你讲哦，他的声音不止女孩子喜欢。男人听的都会喜欢，可以跟他要求一下，说，有没有这个荣幸，跟他拥抱一下？啊，但不勉强，如果可以的话，我是非常荣幸。不到。啊，哎呀，哦，哇，喜欢喜欢，是是。你刚刚差一点无尾熊抱哎，你要知道神拜他很瘦。我知道，我知道。这次的演唱会呢，我们再讲我的演唱会，5月9号、5月10号的晚上7点半，10号的下午3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而且除了他唱他自己的歌，可能会安排一些很特别，或许你们没有听过他在荧幕上唱过的歌都不一定哦。然后我希望大家是以那种歌友会的感觉去欣赏他，毕竟呢，他是真的是日本的第一，世界的第一。非常非常不简单，厉害，真的。而且你不要送我们票，不要送我们票，我们自己买。哎，哎，前面的 VIP 还我刚才我那是阿罗哟，哎呦，我哪个讲的？慢点，你说不要送，寄过去给你吗？啊，不用不用，你讲说，不用不用，你讲说，客服要请我们看呐。我们花钱买，这才表示诚意。对对对，是有一首歌曲特别，我想问他一下。这个刚才他有提到说他的声音。他的一切都是妈妈给他的，为什么你会对这个母亲的那个印象会那么的感觉那么的深？どうして？誰でもね。はいはい。やっぱりお母さんはいるし。每一个人都有母亲。啊，そうです。はい。そしてたった一人しかいない。而且只有一位。对。そして自分をこの世に生んでくれた人。就让把自己生出来。是。この原点忘れたら。やっぱり自分自身がダメになってしまう。如果忘了这个原点，这个心，自己就会迷失掉自我。啊，那么是这首歌曲《Oh Kurosa》，就是对妈妈的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呐喊，是不是这个意思？いつもね、いつもこの Kurosa を歌うときは、その時の気持ちを歌に託して歌う。他每一次唱这首歌，他都会把当时想要跟母亲说的。感觉感想，跟着这首歌一起唱出来。是，今日台湾に来てテレビに出させてもらって歌うよってそういう気持ちで今日歌います。那今天他有幸来到台湾唱这首歌，他会把今天来到台湾的这个开心跟很感动的感动唱给母亲听。那么我们接着下来就来非常享受的来听这一首《Oh Kurosa》，嗨，どうぞ。欢迎。おふくろさん、おふ
到了尾声了，那么我们特别在后面这两首歌曲呢，我们挑到江蕙二姐的歌曲，嗯，来做一个结束。是，因为最近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请到很多新人，演唱一些二姐的一些过去的作品，所以说呢，我们让大家呢这个能够听得很过瘾。每次呢安排两首歌，那么第一首歌呢，这首歌是蔡振南跟陈小霞的作品，叫做《归哪里去》。这首歌很好听，而且有得过奖。嗯，那你介绍的这首歌叫做《这条歌》是叫做《退学的软件》，是黄明老师作词作曲的歌曲。两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时间，下周同时间继续欣赏咱的台湾好歌声。欢迎李亚莎、向慧玲，谢谢。心已安。
在